你通常三點十五分呢，你通常
每個禮拜日九點半聚會，點解你哋會得遲到？每個禮拜九點三十分聚會，為什麼會遲到呢？你的愛係得個講字，你的愛是只是講而已。因為你冇行動表達你愛神，因為你沒有行動去表達你愛神。你愛神，你唔會特登遲到。你愛神的話，你不會特別去遲到。所以我哋希望以後我哋愛神。